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。哟，打猫咪的爪印啊！看这些打斗痕迹，小哥肯定参与了。 这么离谱的身手啊，也只有小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命杀虫，射他，用弩箭射他。 这个东西化了，有什么结论？小哥带的人不少，但是他受伤了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快点走！啊，你说清楚点啊！我说你。 这边没有脚印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打成这样，脚印全团一块儿呢。小哥的脚印我能认出来。哎呀，来吧来吧，给个脚印看看吧。胖子，啊，到，哎，不会在这里的。 应该是张家收录的古籍和卷宗，记载张家历史的。这么多房间都放满了，这张家得是个多大的家族啊！等找到小哥了，可得让他来给我们好好讲讲。